你有看得见我的 desktop 了吗？OK，cool，好，那我们待会儿就用这个方式进行好了。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超过一个 desktop，好像没有办法。就这样吧。OK。所以待会儿其实，因为我之前简报跟开的东西都在 Windows 那台上，所以其实我在这边什么都没有。那所以待会儿我们进行方式可能就是完全是 crowdsourcing，就是我会可能花个一两分钟讲一下我最近在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但是中间就是任何大家想听什么或者是想问什么问题，就随时打断我也没有关系，然后。主要还是，如果不想打断我的话，就写在 Slido 上。然后，反正 Slido 上就是出现什么问题，我就会讲什么题目。这样，那如果 Slido 上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讲。这样，所以我完全是一个 crowdsource 的一个概念。好，大概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的 convention 是会有什么主席致辞，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吗？好，没问题。哎，所以我 share desktop 的时候，你们就看不到我的脸，是不是？就是它是，都还是看得到嘛？对，好，太好了。那大家好，然后很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从就是入阁之后，我本来就是常常去各个不同的国家演讲嘛。那我进来之后就发现我的 travel 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所以我只好多花一些时间这个做。包含 VR，包含 robotics，然后包含这个，最近办公室才就是进了一台 HoloLens，所以也在试，就是用 HoloLens 开会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是后来就发现说，这样子的虚拟的 meeting，虽然可能 micro expression 就是表情看得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因为有全程的录影，所以事后大家都可以回来，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再做一些整理等等。所以其实。后来发现说，虽然可能没有那么 spontaneous，可是大家多少都可以多做一些功课，然后可以把很多 conversation 从一个没有讨论完的，下次就会有人说，哎，你在上次什么什么讲了什么？那但是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所以就是好像两次会议或多次会议中间比较有一些 carry over 这样的感觉。所以 anyway，反正我也不知道这个刚才主持人说已经有一些不能来的朋友们这个问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不要太多这个前置作业嘛，我们就直接开始听那些朋友们的问题是什么，可以吗？
OK，参与是数位转型的一部分。政府面对数位转型的心态是什么？是新瓶旧酒，还是旧瓶新酒，还是之类的这样嘛？是不是？好啊，我们可以先聊这个。其实政府这两个字哈，非常非常的抽象，就是说它其实是好几套不同的作业环境或者作业系统的一个统称了。那在地方，在中央的各部会，甚至是在院级的不同的处里面，大家的数位化的程度都不一样。那我们自己这边这个简报看得到吗？好，OK，好，对，那我们在院里面是有一个包山包海的方案，大家可能也有听过，叫做数位国家创新经济，简称 DG Plus。那 DG Plus 是以前 NISI 那个方案改过来的。那我们进来之后，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把之前 NISI 的可能不足之处吧，做一些这个就是滚动式的检讨。那之前 NISI 大家如果有参加过 NISI 相关的活动的话，可以了解到说它其实是比较注重在就是数位的基盘，好比像说 4G 或者是 Broadband 或者是一些频谱上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在上面去做一些创新的一些应用，那然后最后达到一个所谓 Smart City。这样子的概念，那以前的 NISI 大部分在左下角这一块，那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套不是完全管用，因为如果讲到 innovation 的话，其实四部门，例如像说各位啊，或者说这个不到1年以前的我啦，这个在掌握新科技方面，其实比政府这个精确得多哈，所以就 innovation 这一方面，其实政府以前是。还是有一种幻想，是要去预测8年之后的科技，或者16年之后的科技。但是我觉得这个不 work 吧，所以后来我们就慢慢觉得说，创新应用的这一部分，其实慢慢要是让 private sector 来帮忙做 agenda setting。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当我们在说 inclusion，这是今天的讨论的主题嘛，在做数位包容或数位涵容的时候，其实最知道 last mile 需要什么的，其实在台湾尤其反而是一些 NGO，或者甚至还不是 NGO，它只是一些组织的民间的公民社会的工作者。那所以这些朋友们，其实如果我们 crowdsource 他们的意见的话，其实会比我们自己凭空从中央去想象要来的容易。那这个也就表示地方政府的角色要增加。所以在 DG Plus 的整个小组的规划里面，我们其实是。由院长带嘛，那然后底下3位是政务委员，那包含资讯长吴振中老师、国发会陈天池老师，然后跟我，那我们3个人是其实一个协调的角色。那绝大部分的 agenda setting 都是在 private sector 的这个委员会，以及地方政府的首长，以及 civil society 的所谓外部委员们，帮我们去看说接下来要做哪些事情。所以这是。跟之前 NISI 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没有要再做预测了，然后绝大部分事情是靠这种不管是愿景工作坊或者是跟大家一起协作的方式来做到。好，那这表示政府什么都不做哈，政府还是做一部分，那就是1/6。那这个分项叫做数位政府，就是所谓的 digital government。那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政府自己的数位转换，自己的数位转型。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各位应该是已经耳熟能详的概念，所以我就不花太多时间去讲。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刚刚朋友们讲到参与嘛，可是其实做公民参与，之前之所以只能小规模做，就是因为大家只能对自己有第一手经验的东西进行讨论，这个是人之常情。那所以说，好比像说参与式预算，如果是做一个社区，的参与式预算，像我之前住欢迎新城社区。那个社区在新店的参与度就非常的高，因为大家都就是有第一手经验，知道公共事务是怎么回事。但是当你把它扩增到，好比方说全新店或全新北市或全台湾，那大家的第一手经验就完全不一样。那这样其实是没有办法讨论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就是说透明是参与的基础，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去建立大家都有感的 interactive model。然后在这个就是完全透明的基础上面，才有可能来谈参与。那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其实参与是无法扩大的，而且也不可能收到大家第一手的经验跟感受。但是这个透明呢，到底要怎么做呢？就是说，以前的就是上一个政府的做法是说，我们做一个有点像是并行的政府 （parallel government），就是说，
本来政府可能还是用公文啊，用就是书面啊，或者是用这种就是面对面开会的方式，但是都没有做数位记录。但是我们因为要推 Open Data 政策，所以就希望每一个部门去把他们手上所有的电子档案都放到 data.gov 这个 Open Data 平台，然后就是很透明嘛，当然，但是重点是说，这两个体系其实是不重叠，所以就变成承办人他把东西放到 Open Data，可是他的上下游的部会其实是没有用这个 Open Data 来当做决策的流程的一部分。那所以这样子越脱钩的结果，就会是民间用 Open Data 的时候，越觉得这好像是就是二等公民的那种感觉，就是说这边的原来流程都已经先过了，但是为了达成每季的 KPI，大家再回来填这个 Open Data，然后承办人如果换了或厂商如果换了，其实它的封面也就一直变这样子。所以我进来之后，首先是把这个 Open Data 的那个拼量的那个 KPI 拿掉了，然后把它取代成就是自动化品质检查。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把院里面的跨部会的协调，本来是看书面或者听人讲或者 PowerPoint 的这个部分哈，尽可能都把它变成是 data driven，就是是用资料来产生。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 KPI 写成是负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好比像说像灾防的资讯，你要分别到气象局看，要到消防署看，要到灾防中心看，要到各种不同的前台，它有非常多的方案。那但其实它的后端，如果我们可以用data driven 的方式把它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个 pipeline 的话，其实你就用一站式的方式就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一站式的案子，在进来之后，包含菜价摊板，包含灾防 等等的这些案子。那未来报税系统可能也是另外一个案子，就是目前报税系统在 Windows 上虽然很丑，但是还算好用，但是在 Mac 上面就不但很丑，而且很难用，然后在其他 device 上就更不用说了。那我们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把它整合。那这个是我们用的一个 mindset 吧，就是说我们的电子化政府其实国际评比一直都是非常高的，但是那个就是一直在电子化政府的这个分项里面。我们要做 open 的时候，以前是没有连续性，所以就是 open 又从头做起。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当然讲就是说，哦，data centric fully digital 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本来的 e government 跟现在的所谓的 open government 这两套系统让它对接，那这件事情变成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那在此之前，我们不会乱讲说要全面透明、要扩大参与等等这些东西，它一切都是放在就是行政数位化的这个基础上面。所以，当然后面有些口号啊，像什么前台统一、后台整合啊，或者是各自自主管理啊，或者是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一个一个案子，我们实际来看，然后看我们怎么样去把这种资料界界标准、数位基础资料，包含微软之前推的 OData，然后现在加入的那个 Open API 的那个 Consortium，我们就直接把它翻译过来，当做类似 National Policy 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尽可能的把资料开放跟公民参与架在这些infrastructure 上面。那这是我们的主要的 picture。所以要说新瓶或者旧酒，其实我觉得人只要不换掉了，他那个就是酒的材质是永远都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做的事情是说，让这个资料流动不要只要在一个科或者是一个承办或者是单一部会里面流动，而是它可以向上流动到我们院这边的决策过程，然后以及也向下流动到就是实际参与的这些专家学者或者是这些公民的朋友们，他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意见进来之后的那个 pipeline 长什么样子，而不是说进来之后就渺无踪影。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把这个 pipeline 做到。那这一任其实差不多只能做这件事情，那其他的可能就要看下一个数位政委怎么讲了。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 e-government 到 open government 的 pipeline 把它做好，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酒是不会换的啦，那瓶子的形状也差不多，那我们只是把中间就是的那个保存环境跟那个生产线嘛，它的那个 pipeline 把它做好一点，这样子就可以减低某些酒放久了就变醋的这个状态，那或者是也可以减低，就是不断重复生产瓶子，可是没有酒装的这个状态。它尽可能是用一种就是整合式的方式，让大家不用做重复的工作。好，大概是这样子，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那下一个。
两个都是非常好的问题，不过两个问题完全不相干，所以我们先回答第一个好了。DG Plus 啊，那个刚刚讲了，就是说人才我们是放在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是看我们就是我刚进来就是11月24号的那个版本的简报的话，会发现说其实 DG Plus Talent 是放在第一个。但是为什么他在好比方说最近的前瞻基础建设，就是分项里面其实占的钱非常少？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当时我们在就是主计总处吧，给我们这个特别预算的案子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想说，哎，那很好啊，可以去加速这个8年的数位国家方案，的一个体现嘛。可是后来他们就跑过来跟我们说，里面的。像 infrastructure 这个部分可以编进去，因为它是一次性的资本门的。可是 talent 的这个部分呢，它只要是经常门的，或者是非一次性是 recurring 的，主机总数说就不能编进去，因为特别预算，按照道理它是一次的举债，它不能够放这些东西。那但是呢，我们不表示说我们投在上面的钱就少了，并没有，我们是公务预算上面还是放非常多在 Digi Plus Talent 上面。我们现在只是说把公务预算里面放在 infrastructure 的这个部分，移到特别预算去。那这样子，我们公务预算就更多一些 room 去给 talent 的这一部分去用。所以这个是大原则要先说，不是说我们不注重人才，是说这次的特别预算不能够编经常门 recurring 的东西。那另外一个是说，这个封面，其实这本报告里面我写的只有封面而已了。那但是我还是讲一下封面好了，就是说。我们有一点限缩我们自己的角色，所以我们只管 governance。那 infrastructure 是在数位就是前瞻基础建设里面做了这个前瞻的愿景需要基础建设嘛。但是不管是创新的部分还是涵容的部分，我们都 respectively 交给四部门跟公民社会的朋友们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 agenda。所以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治理的态度的一个转变。所以，同样的，在人才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我们觉得接下来有那么多的很棒的这个技术，所以人才一定都要去学这些技术，不是这样子的概念。我们是结合所谓的12年国教新课纲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cross disciplinary 或者是 anti disciplinary 的一个概念。我们在做12年国教新课纲的时候，花很多力气去把。本来99课纲里面太清楚的分科，把它尽可能的 merge 起来，然后把太多的就是，好比像在高中阶段，大家都一定要先分组，然后分组之后就很难转组，然后在特定的组里面，大部分都是必修的这个东西，把它整个打破，就会变成是说每个学校可以发展它的特色课程，在高中阶段选修课程的比例大幅增加。然后，不管你高一念的是文组、理组，还是什么综合，还是技术高中，你只要发现你有新的兴趣，你就可以在高二马上转组。然后，在这个中间，我们最后希望达成的就是说，每个学生他自己挑了什么题目，想要解决什么题目，什么部分变得更好，它可以是他自己的课表，可以是他自己的领域。然后，我们旁边的各种资源是去 support 他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这边的这一堆这个气球哈。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就要去培养各种各样这样的专才，而是说我们需要有各种各样子的懂这些东西的 ecosystem 放在那边，然后包含 amateurs 或者是 hobbyists，然后包含这个 hobbyists 如果想要投入产业，对产业有一些窗口，然后我们可以去培养既有的产业的数位转型的人，这个接下来法人会去开一些课，那跟就是现有的这种 hobbyists。想要知道产业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所谓的产学研合作，还有就是说，目前已经学有专精的朋友们，但是他不想要加入这种很大的法人，他可以去开一些 RSC。那这些 RSC，我们有一个 plan，它是在 Join 平台上面才刚上去的哈，就是在所谓的重开奖的这个部分。那包含，哎，铁路立体化上去了，好棒哦，真是非常能够回应大家。大家的这个舆情哈，Anyway，那我们在讲的 RSC 是所谓的前瞻技术研发服务公司，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去让这些比较小的委托研究服务公司一部分程度去让工研院或者资策会这种独大的状态可以稍微获得一些缓解，
然后也让就是比较需要专线的朋友们，如果没有办法 fit 到公园或自测会里面本来的组的话，他可以自己还是这样子去营运。那我们为了鼓励就是博士朋友们或者是一些学术研究的朋友们进这样子一个人才的新的发挥的体系，我们有去改教师的多元生等制度，去把应用研究提到跟基础研究几乎是一样高，那还包含教材教法的创新、产学以及教学实务取向研究这些，还有就是之前杰出研究奖几乎都是理论性的 dominate，那我们现在是想要逐步调整，去把应用研究也是举高到跟基础研究一样的这个程度，意思就是说 apply research 以及在 apply research 的过程里面去带新一代的朋友们，这个会变成新的教育政策。那这个很多是靠 policy 做到，不是靠钱做到，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政府的钱比起业界或者甚至 civil society 的钱，哈，就是其实不算多了。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strategically 去让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这些 device 去反映我们想要跨域的或者取消领域的人才的结合的这样一个现实。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DG Plus 这边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想法。好，那就是我们体验到不是砸钱就有用的，这是一件事，但是我们还是砸不少钱，这是另外一件事。那另外一个状态，我 Slido 上面超多问题了。好，那欢迎大家继续提哈。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收到了一大堆意见哈，到底要怎么来处理这些意见？其实我们这个基本的 approach，就是公民素养养成的这件事情，其实是透过一些蛮小的，每个礼拜五开的所谓的协作会议的这个概念来做到的。那这个协作会议其实，它的重点不是在一下子就决定非常大的案子，那像公投什么之类的，而是透过很小的具体的切身的案子，像公车，不是公车，机车，它在两线道的时候，为什么还要两段式左转，不能在左边待转的这种非常小的问题。到就是可能第八节课，为什么有人课后辅导，还在考试，或者是还在教新的进度的这种问题，或者是最近报税软体非常非常难用的这个问题等等，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概念里面，我们养成的公民素养，不是一下子就要大家来讲一些自己没有第一手经验的事情，恰好相反，我们挑的是有5000以上个人联署的，大家都有第一手经验的事情。然后透过去揭露这些事情相关的资料，让这件事情的利益关系人能够来参与，然后呢，去把这个参与的过程做出数位的连接，然后让事务官，因为所有在主导这些的都是常任的、检任的文官，习惯这套系统，这样不管我们上面政务官怎么改哈，大家只要对公民来参与的感受是从来找麻烦，改成是不对，他们有专业，我们没有这个专业，他们是要来帮忙的。那只要能够做出这样感受上的改变，未来的决策过程就可以越来越开放参与。所以，我们这四个其实并不是同时做，我们是先把这个透明的部分，借由这样小规模参与做起来，慢慢慢慢才能够来做参与，接下来才能避免不当就责，然后接下来才能够照顾到就是所有不同弱势或者是不同的阶级参与者的原因。所以，虽然我们最后是要做 inclusion，但是我们理解到我们现在连 transparency 都做得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是首先先把多不透明先揭露出来，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按照实际的个案去增加它的透明的程度。所以，这个是大的架构了。那按照这个实际的例子的话，就是众人平台上面现在有非常多的案子，然后呢，那大家就是凑到5000人联署，我们就跨部会来好好的讨论来解决它。然后我们对焦到一个程度，我会拿去给院长，然后院长看院长觉不觉得这个就要变成一个政策等等。那这个东西其实有非常多有趣的案子了。那但是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你只要找 Join 爆炸，应该就可以看到报税软体爆炸难用。好，那这个东西，好，那其实你看，像这个是提案人的第一手经验，他说不清楚的指示、难用界面、不知所云的流程。可是从公部门角度来看，你拿这个东西，它只是感受，它后面没有揭露具体的事实，其实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我们所谓对焦的意思，就是说，在这边去 invite 大家去分享第一手的经验，
然后我们就是直接去邀请这个提案人进来，跟我们的厂商、跟我们的财政部的朋友们开会等等。那但是这一位就是财政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我们每个部会都有一个专责的，有的可能两三个开放政府的联络人。那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 discover 这样子的可能协作的一些意见，就像国会联络人或媒体联络人一样，主动的去 engage。那 engage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哎，突然间大家从就是乱骂哈，就变成说我们也很想参加会议，会好好收集大家的问题去整理，然后去画这个 user experience，去画 journey，user journey，甚至还揪了一个黑客松。所以就是今天晚上，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7点在那个 COBC 大安馆哈，就有一个大家集体来报税的一个活动。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他们会去整理 design principle，会去画那个 user journey 等等。然后我们这个礼拜五就会实际跟厂商来讨论说，哎，那这个案子我们接下来怎么精进，怎么做得更好。然后我在下个礼拜一就去跟院长讲，这样。所以就是说，我在讲的是说，每一个案子其实都不是所谓的全民参与，但是我们在挑的就是利益关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报税还是上课还是骑机车，其实他的 stakeholder 都非常多。那里面的 stakeholder 里面专业的朋友们愿意来 engage 的，我们就给他们一些空间来 shape 我们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比较脚踏实地每个礼拜做的这样一个方法，希望有回应到大家的问题。那接下来还有这个预留的问题，现场的要发问吗？是。是，来，请。OK，其实我是2014年底就开始跟政府合作嘛，当时是 V 台湾这个平台的算是专案顾问，然后当时 V 台湾这个平台是蔡玉鼎老师这个提出来的嘛，那他的 mandate 是当时刚上任的毛治国院长以及江山镇副院长，他们采取了一个我们叫什么以敌为师吗？的一个战略，就是说，因为太阳花太成功了，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其实民间自己组织的速度跟政府组织的速度，就是可能差到一个数量级以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本来政府离人民的距离，我们说是单位距离好了，其实并没有变远，但是因为人民之前没有办法自行组织，所以就会觉得政府还蛮照顾人民的。可是现在因为透过网际网络，人民组织实在是太容易了。所以说，人民之间的距离就变近了。那所以这样子，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政府离我们好远。然后，频宽就是非常不对称，政府每年这个就是 download 一大堆东西给我们，就是所谓的 policy。可是我们能够 upload 给政府的频宽，可能每4年3个 bit 之类的。所以就是说，它是非常的非常不对称的一个状态。但是以前并没有那么不对称的哈。那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其实这个概念，在政务官的层级，其实这一届政府没有人不知道。他们在不管是学运时代，或者是在反对党的时代，或者是在就是政府内部革新的时代，我们这个内阁比较奇怪，就是说院长跟我都是无党籍嘛，我们有40趴是无党籍的，然后可能30几趴是民进党，然后另外可能20-30趴是国民党，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的内阁。那所以大部分的朋友们其实的 affinity 都是跟长业文官是 affinity，所以连院长之前参加一个民间事务官自己组成的联盟，他预录了一段祝词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说，哦，他也是高考这个考财税体系，然后这个进来的公务员，
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公务员体系的肯认呢、啊，其实，在不管是政务还是事务官，基本上都没有否定说他的专业性。现在的问题是说，他有这个专业性是一回事，但是不同专业之间能不能够彼此合作，不管是跨部门还是跨部会，还有就是说这些专业的东西到底能不能讲成外面能够听得懂的东西，转译的能力，以及能不能把大家外面的意见收进来的能力，就是主持的能力，还有这个收进来之后能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 accountability 的意思就是有人来问的时候你就要给出一个 account 嘛的这样子一个能力。那所以作为课责的能力、记录的能力。这三个东西其实是之前高考不考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有一群 domain expert，可是他们对于这些 domain 中间怎么去跟外面做 networking，其实就是比较失能了。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说我是公仆的公仆嘛。这边特别先讲一下，就是说公仆是我们可以自称的了。如果外面的人叫我们公仆的话，有些公务员可能会不太开心，但我们自称是没有问题啊。所以就是说，我说我是公仆的公仆，所以。意思就是说，每一次事务官朋友们碰到这种话讲不清楚、外面听不懂、外面的意见不知道怎么有用的收回来，然后以及收回来之后，这个意见不知道怎么样把它融入到行政流程中间的这三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是在技术上面，或者是在思维上面，或者是在流程上面去给一些辅佐，所以我从来不会 actively 的 push 什么东西。我说我是。conservative anarchist，那 conservative 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状况值得保存，但是如果要推什么的话，需要大家 ready for it。所以就是大部分的情况就是有人或者是有事务官拿问题来，然后我们这边 PDIS 小组大概15个人，跟开放政府联络人大概30几40个人，跟青年咨询委员会也是30几个人，这三个 team。加在一起，试着帮忙想出一些比较创新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自己不会去硬推，所以 so far 事务官对我们好像都还很 welcome，因为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叮当，没有，我透露年龄了，哆啦 A 梦的这样子一个角色，就是需要什么什么工具或流程或思考方法，就变出这个思考方法来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以这个角色来讲，我目前不管年龄或者职级或者什么层级，基本上没有人反对我们推这一套。我目前还没有碰到公务员跳起来说，拍桌子说，这个我反对，我就是要加班到10点。这个我觉得工作量很高是非常好的事情，我很喜欢一直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我还没有听到哪一个事务官跟我们这样讲的，所以目前推行的就还算顺利，那这是我们推的方法。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是。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工具它其实只是像一个音架嘛，你最后要盖到什么状态，它还是要看就是上层的一个 framework。那我这边就是以我手上能够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其实这个方向非常清楚，就是 DigiPass 的刚刚讲的那个方向。然后 DigiPass 里面就是所谓的数位政府的部分，刚刚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它的这个。我们要说愿景嘛，要说愿景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这三个嘛。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之前常常是以国际评比、以 KPI、以随便什么东西为中心去设计所谓的政府服务，那这样子设计出来的服务，它的系统架构就会跟政府里面的指挥架构长得一模一样。这个在资讯科学里面是有一个定律讲这件事的，就是如果你的写一个 compiler 有4个 team，你就会写出一个 four pass compiler 哈，就是绝对是这样子。然后那但我们现在如果转过来，不是就是用政府里面的指挥架构，而是用大家实际的需求来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用 design thinking
去把实际的利益关系人到底想要看到什么服务放到最前端。那当然，这后面有非常多行之有年的方法。那这个方法，也就是各位在开发 Prada 的时候用的方法，所以我应该不用跟各位讲。就是说当我们要做，像我们在业界会说敏捷嘛，那但是在政府里面就一定要说这个小规模实验性滚动式决策什么之类的。但是意思跟敏捷开发是一样的。那同样的，我们在业界会说，我们去做一些 user study，我们去做就是 experience design 或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在这边 就必须要把它迁合到政策形成的过程来说是就是以民为本的什么什么形成什么东西的。好，那但是虽然这个两边的就是八股文跟白话文需要做一些翻译，但是它的实质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好比像说，大家一起来报税，然后在报税松里面搜集到大家的 user experience，然后也写了一个 user journey，然后也去做了 service blueprint 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 artifact 取代什么呢？取代长官采事，取代就是民调这一类的东西，因为民调被调查的人没有办法写选项啊，所以说其实一些真正有创意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出现。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有创意的东西可以 surface，然后把大家的第一手经验跟感受收回来。那收回来之后，如果我们判断说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政府或政府的厂商适合做的，我们就做一个很安全的 sandbox 或者是一些 infrastructure，然后让往使用者端的体验或 front end 可以让民间自己来做。但是在这个中间，我们就越来越清楚一个跨部门的 data pipeline 要怎么样做。所以对我来讲，所谓的 digital government 就是把这三个方向，而这三个方向其实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它最后还是 user centric 的这个概念。那所谓的 partnership 或者是 data driven 是用来达成这个概念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还蛮清楚的。那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还在核定当中，这个还没有院会通过，但应该快了啦。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前几天一直在对实质等的，就是常任文官们。那接下来会跟九职等的或11职等的朋友们不断的洗脑，不是传教，这样子一种新的，就是以服务设计为本的一个方向，大概是目前的这个方向。好啊，我们就实际回 slide 来，这个嘛，其实 G0V 哈，它就是一些空间，它其实不是一个 building，所以我不会用建造来说它，它比较像是一个 meme，就是一个传染的思考。任何人他只要觉得政府哪部分没有做好，愿意自己动手做，他做的过程是公开的，突然它就变成 GDB，所以它不需要什么呢？它不需要什么会员啊，什么什么加入啊，没有什么 committee 啊，都没有，它就是一种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叫做 fork the government，就是拆政府，原地重建嘛。那但是这个概念其实在台湾是行之有年，它大部分的所谓做社区营造，或者是做培力，或者是做参与式设计等等，这些朋友们其实从1980年代就已经非常的热衷做类似的事情。所以为什么 G0V 这个 icon 忽然之间比较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说之前这些朋友们就是做公民社群培力的朋友们，不会那么有意识的去跟最潮的这种就是开放源码啊、数位转换啊这种东西去结合。那但其实台湾的 hackers 是，就 civic hackers 是非常多的。那但是大部分因为年轻，就是对于前一辈的这种公民参与的方式或社区营造的方式或 NGO，其实不太有接触。那随着我们每2个月办一次超大的黑客松，每个月办一个中型的黑客松，然后每个礼拜都有小型的 meetup，我们就慢慢把就是
投入社会运动的朋友，跟现在新一辈的这种比较是设计师、工程师这种 experts，结合起来，所以大家可以彼此加强。那又因为说 GDB 做的东西其实媒体相当关注，所以我们后来也 recruit 了很多做 citizen journalism 的朋友，那包含现在在新一代的网络媒体，在端传媒，在报道者，在换日线，在各种各样子政论的所谓的新媒体的尝试的这些朋友们。连经的新的这些数位的东西，其实都有，就是 GDB 的参与者，或者是进传媒，他们干脆自己一个 department，就是之前 GDB 的一个朋友在带。就是说我们在媒体的这一部分，其实也花非常多的力气去探索，就是新时代所谓的自媒体、自我组织媒体到底要怎么做。所以就是变成是说公民团体、运动团体，然后跟这自由软体，然后跟自媒体。的这三个社群，透过 GDB 这个共同想象，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变多了。那我觉得其实全部就是这样子，它不是一个我们已经有 plan 才做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让这三组人可以一直彼此交换意见的一个 moniker。那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呢，就是说 so far 这个概念既没有被冲淡，也没有被收割，因为它没有可以收割的，大家都已经是 atomic。每一个人都是没有人了哈，他没有办法切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因为没有一个预设一定要做到怎么样，所以反而不可能遇到困难，他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大概是这样。好，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那有现场朋友要追问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 process 来的。好，一次两次。哎，请说，听得到，听得到，很清楚。
其实，好，那这个问题分三个层面回答哈。一个是说，这个当时国发会回这个的时候，我应该还没有入阁，所以 我没有办法为他这个背书。但是，他的这个分析里面讲得很好，就是说，其实本来我们就是有院咨询长啊，并不是没有啊。NISI 小组明定这个副院长为院咨询长嘛。那但是当然，当时大家都知道说，Simon 他在院咨询长的角色的时候，并不是靠他咨询长的角色，而是靠副院长的角色在推动很多事情。那所以，到了新政府这边，我们觉得不可能一直去因人设事了。所以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们 DG Plus 的，就是取代 NISI 的这个组织，他的这个咨询长其实应该是，不管是科技政委还是某些实际上有人事跟就是预算权，就是如同您说的朋友来担任，他不一定要 fix 在哪一个特定的政府的 position 上面。那意思就是说，如果院长兼任咨询长、副院长兼任咨询长、政委兼任咨询长，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状况。那这次 DG Plus 还在核定当中，但是应该如果没有太多的意外的话，应该是吴振中老师会是我们的院咨询长。那我自己觉得这很适合，因为科技政委跟其他政委不太一样，科技政委他有他的很大的一群幕僚群，就是科技汇报办公室，然后这个幕僚群包含接下来的首席评议专家等等，其实是一个上百人的一个 network。那又因为吴老师他同时又是工研院的董事长，然后以及智库的就是领导的朋友嘛，所以他能够使用的人其实不会比你们本来 propose 的那个咨询总数来的少，这个要先讲在前面，就是说人的部分不是问题。那钱的部分的话，因为科会包办是负责科发基金的分配，所以说科发基金本来就有一些 operation budget，所以钱其实也不是问题。那但是至于资讯总处，其实它的重点不是人跟钱，而是指挥权，这个是所谓的一条边的概念，就是说所有的人事、所有的政风、所有的主计、会计等等的，不管他在哪一个部会，他都是由中央的那个就是总长来 command 来打考绩等等。但资讯是不是适合这样做？哈，我其实是不觉得的啦，就是说，我们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一个机关它的主计，它从 A 机关调到 B 机关，它明天马上就可以继续上班，因为它在做的会计工作其实是非常类似的。那政风或者是 HR 也是非常类似的状况。但是一个机关它的资讯的负责人，如果现在调到，好比像说，从财政部调到了卫福部，他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立刻上工的，因为他要跟他的宗规、跟他的传播、跟他的所有其他体系的政策上的 operation 全部都先接上，他才能知道说这个资讯系统在做什么。就是说，资讯系统 by nature 它是跟业务非常非常近，它跟主计或者是跟政风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 适不适合由我们刚刚的这位院资讯长来直接指挥各部会，包含三级机关的资讯长的考绩或之类？当然，这个是要吴老师自己说了算。但是我们初步讨论都觉得，这不一定是最好的做法。那 Garner 那边其实讲的也很好，就是说，在我们往 data centric 的这个阶段哈，
就是 department 的 leadership 其实是比 CIO 要来的重要的。等到我们到 fully digital，就我们把 department 这边的东西都已经变成 data driven 的时候，我们还才会需要一个新的 CIO，他是去把这些 data driven service 怎么样拼起来。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是说我们连 data driven service 都没有，或者是都很少的情况下，其实 CIO 他不可能了解每一个 department 的业务，所以 leadership 到底适不适合在这个时候就上升在中央，学理上我是有疑问的。好，那这个是这个一个具体的回答。那另外一个具体的回答是说，刚刚这边讲到嘛，我们为什么要说前台统一后台整合，而不是前后台都统一就算了？那这里面有两个大问题。一个问题是说，你只要里面牵涉到个人资料，按照最高行政法院这个今年的判决，它就只能向上交换，它不能够向侧面交换。所谓只能向上交换的意思就是说，个人资料分成就是搜集、处理、利用。他如果本来依法搜集，他的处理只能他自己处理，或者最多在满足一些就是资安的情况下，交给他的上级单位，好比方说健保署交给卫福部的处理，因为卫福部当时的成立组织的 mandate 里面有包含这个部分。可是卫福部现在如果要交到他在行政院，并没有一个对应的啊，最多就是行政院的某个处而已。所以行政院某个处，他当时组织法的里面有没有这个 mandate 来处理这个国民的健康保险资料呢？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在组织法没有这个 mandate 的情况下，到卫福部就停了，他不能够向上交换，他也不能向侧面交换。他如果要交换的话，他必须要处理到去识别化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知道说去识别化，其实你还是可以保留一定的可用性，可是你要保留很高的可用性，就是它的Epsilon 要就是 differential privacy 的那个参数要怎么设定，这个需要所有 stakeholder 一起来设定，很多机关不知道那个 Epsilon 要怎么设定，所以就只好去用一些 key anonymity 的这种上一代的方法。那问题就是说这样出来的东西可用性很低，别的部会也没有想要跟它整合，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会变成是说，当然就变成各做各的。所以我们具体上技术上有两个解法嘛，一个是说每个部会的资讯长都让它培力到它可以掌控一个 low epsilon 但是高可用性的去识别化方法，在去识别化之后去跟旁边交换，或者是用 API based 的方式，用 query 的方式跟旁边交换，这是一个办法。那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说，那我们就来设立一个不是一条边往下指挥的，而完全只是 data processing center 的一个所谓的个人资料或者是资料专责处理机构，但这个机构是院级的，然后大家可以往上请它做整合。那但是这个东西你势必要去改组织法，改组织法就是要立法院通过，所以这就表示说我们要先让所有立法人知道为什么，好比像说 GDPR 架构里面需要一个 data agency。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在台湾对这个感兴趣或者是有系统的在做这方面的 lobby 的人真的不多，所以我们现在 V 台湾也正在 commission 一个 study，去研究各国的这种各自专责处理机关包含资料本地化的这个议题，我们想要把它转移到大家都听得懂，尤其是立法委员的助理都要听得懂的这个情况，我们才能去 push 这个 agenda。 在此之前我们就只能退一步，去用高可用性的去识别化的这个方式去做交换。那当然如果跟各自完全都没有关系，那只是好比像说灾防或者是菜价这种就是 observation 的这种资料，我们目前其实已经用 API based 的方式整合非常多了，环境、交通这些是可以跑得很快的，因为它只要确定这一块切出来没有个资，它就可以去做横向整合。那这个也是我们就是目前比较看起来像亮点的东西，但是我想要解决的是个资相关的部分，这样子，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对，其实在立法院挡一个法案，他只要讲尚无社会共识六个字就挡住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其实无宁是比较像科普教育的工作，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社会上一个 broad consensus 的情况，其实立法院也不会应答。那所以如何让就是这种真的还蛮艰深的，然后我看到的比喻都是可能把个人资料比作是什么有辐射污染的东西什么之类，要去经过再处理才能够利用。可是这种先天就让人就是不是很有好感。那或者是也有人把它讲成是 privacy budget。那但是学财政的朋友也许听得懂，可是这个对一般人其实是距离是很遥远的。所以如何找出一个论述是让大家都能够直观性的了解 differential privacy，我觉得是一个关键。那如果能够搞懂的话，我觉得接下来再推就比较容易，大概是这样。OK，Sure，应该这样讲，自学它是一种能力，所以我觉得任何小孩他一生下来本来就对旁边事物有好奇心，只要旁边的环境不要摧毁他的好奇心哈，那其实他自学的能力就会一直保存。那什么东西会摧毁一个人的好奇心呢？简单的来讲，就是把他跟旁边的别人放在某一个尺度上面加以比较，然后就会摧毁他的好奇心，这是万事万灵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把小孩跟旁边的小孩比较这件事情，虽然理论上九九课纲就已经说不要做这种事，但是因为运行课纲的老师们自己都是从小这样子被比较长大的，所以你要他们一下子就不把小孩加以比较，很困难。但是我们在12年国教新课纲，我们 reinforce 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但小孩不要跟别的小孩比较，你甚至在评量的时候，你是看他的合作的能力，而不是看他的竞争力。我们干脆不要管竞争力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竞争力这个想法是很过分简化的，它是把一个不同维度发展的一个人正在发展各种各样维度的想象以及创造。然后你突然间把它 condense 到单一维度，然后就说哦，你几分，他几分，所以你比较厉害，他比较不行。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小孩的自信心不是建立在他自己的成长，而是建立在某个相对地位上。那相对地位是非常不稳定的嘛，你转学一个人进来，相对地位就改变。所以，当小孩对自己的 self worth 是建立在这种不稳定的东西上的时候，那他就没有办法有一个足够稳定的self esteem。去发展他的自学的好奇心，相反的，他就会花力气在不管是一种复仇式的这个怎么样让比他厉害的人身心受到伤害，或者是说是一种就是幻想式的，就是说哎，相对地位高了，自己就比较厉害，但事实上没有啊，就是说人说到底还是只能跟自己比，所以只要任何花一点心力是在跟别人比，其实你就少一点心力来成长，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在当就是新课纲委员的时候，当时为什么会愿意进去，也是因为他们所谓的自发互动共好这个东西是新的核心价值，然后也是这些教育者放弃掉说会去 predict，他7岁前来到18岁有什么学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只要小孩还有好奇心，还愿意跟别人合作，我觉得教育就是成功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最能够说服大家的，其实是 AI，而不是别的科技。就是说，如果现在这个还有家长把小孩送到围棋才艺班，然后一定要他多快升到段位，打败多少个什么之类，你就只要把 AlphaGo 放在他面前，你就说那这好像是跟摩托车比赛跑这样子的一种工作。就是说，individual competence 越来越没有意义。那就像我常常说的，你如果是在比 IQ、比智力测验，其实你只要把一台手机带去测 IQ 的地方，冠上需要冠的 App，每个人测出来都破表，
就是说它已经没有意义了。那在这个没有意义，是因为我们的 augmented intelligence 这种扩充式的智能，已经让个人跟个人之间的比较，在团队合作的时候，或甚至在自己运用网络资源的时候，是没有效果的。那什么会有效果呢？就是你如何有效的沟通，如何保持好奇心，然后如何达成 common good。所以政府能改善的，我觉得就是快一点通过12年国教新课纲，然后大考中心为了这个新课纲，其实改了很多评量方式。然后师培也有改变，所以我觉得我能讲的都写在新课纲里面了啦。那我能够跟学生家长讲的就是说，即使新课纲还没有通过，实验三法是已经通过的，所以任何时候你只要觉得学校不 fit 你，你就可以部分时间或全部时间去用实验教育的方式来做。那事实上新课纲里面有很多概念是从我们实验成功的实验教育拿进来的。所以未来就是说，任何时候学校都有一个 check and balance，就是说，他如果这个国民教育没有做好，那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切换到实验教育，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当然，实验教育也因此可以切换回国民教育，然后接轨上面也比较不会有困难，这是主要的想法。好，下一个是说，之前听说过哈，将针对假新闻提出真实查核机制。但是新闻小帮手似乎只能仰赖大众的媒体素养，却无法他律控制新闻媒体未审先判的乱象。政府还能为阅听众来做什么？我必须再次强调，就是说我绝对不用"假新闻"三个字，因为它在法律里面没有这三个字，而且它对应到法律里面的三个不同的太阳，在这三个太阳常常是不重叠的，就是说常常是它不是新闻，但是假装它是新闻，这是所谓的就是谣言嘛。那但是另外就是说，它是新闻，可是它报道的东西其实不是事实，不实报道。那或者是说呢，它是有计划的，就是所谓的心理战、五毛党，或者是这一类的东西，国安相关的。可是这三个太阳其实不重叠，但是大家都会把它叫是假新闻。然后我到台北市政府的时候，柯市长说啊，只要标题跟内文不符就是假新闻，所以我们又多一个太阳。我的意思是说，在这种太阳互相混合的情况下，这三个字已经丧失操作型定义，所以我是绝对不会用这三个字，只要先讲。然后当时我去讲说，哎，有 fact checking 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我完全没有让政府来做或政府出钱做的意思。我对 fact checking 的检查跟 IFCN 的检查是一样的，就是说它能不能 keep 我们的政府 honest，能不能纠正中央社前后不一的报道。能不能够让中广这个做出更高品质的东西？能不能让国家的就是发言人士、新传处出来的东西更 consistent？ 那如果这个真实查核机制或事实查核机制，它的运行的人是政府出钱的，或是干脆就是政府的人，他永远不会来纠正我们的。那这样子除了让自我感觉良好之外，对于民主或者是对于媒体素养的深化，到底有什么帮助？是毫无帮助的。所以，我只要我在这个位置，我绝对不会让政府自己来运行这种 fact checking 的 service。那也是因为当时这个防火墙画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也不觉得实际负责的同仁，我其实不负责这一块。负责的同仁包含我们的咨询长，或者是其他的朋友们，NCC 发言人、院长，有任何一丝想要立法或者修法来让政府来做这件事的想法都没有。所以这个必须要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不会做任何。看起来好像是为大家好，但事实上是巩固政府的、垄断政府的权利，然后换下一任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人，就会有 abuse 的这种 power。我们想都没有想，哈，这是一件事。好，那但是新闻媒体经常未审先判，这个状况确实是存在的嘛？市改会议也讨论到，很多人都讨论到。但我觉得这里的重点还是在大家如何去调试这种按分享比按评论容易的这个媒体环境。在以前的媒体环境里面，你评论跟分享是一样容易的，但是因为 social network 的关系，分享现在比评论容易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看完就分享，未审先判的这个状况，其实对它的流量、对它的点阅率的贡献，绝对比你好好看完一篇文章，然后去评论，已经洗过两三波风向过去了，能够贡献的点阅率要来得高。所以在新闻媒体还是被广告所作为主要的驱动的情况下，如何因应这种先分享再看，就是未看先转的对于媒体市场的影响，这个才是大家要 focus 的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政府当然可以做一些事情，好比像说我们可以提升
媒体来做有品质的报道或者高画质的报道，或者是取得素材等等，而不需要去盗图的这些东西的方便性。这也就是前瞻基础建设里面内容分享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公视自己来做一些好节目，但是不是冲这个好节目的点阅率，而是把这个好节目的本身，包含影像的素材，做整件事情的 pipeline，所有这些东西都用开放，文化、开放内容的精神，分享给所有想要做类似事情的媒体，来减低他们的进入成本。我们只有在让想要做这种调查式报道等等媒体的进入成本够低的情况，他们才可能去跟完全只是冲点击率、未审先排的新闻媒体，进行抗衡。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进来之后，等于把自己看作一个调查报道记者，就是我看到的、开过的会、所有这些东西的 raw material 都释出。因为我希望记者取得这些东西的成本比他们自己脑补的成本要来得低，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比较不会脑补，比较会去做一些就是基于我释出的这些 raw material 的报道。所以这个是政府真的能够做的事情。那我们是把媒体记者是看成 collaborator， 而不是看成是敌人。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就是如果政府自己用假新闻这三个字，好像就是跟媒体为敌哈，那这也许在别国政府有它的政治意义，但是在台湾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大概是这样子的回答。希望能够这个沟通一下对这个主题的想法。那下一个是说，多元包容，就是 diversity inclusion， 逐渐成为普世的价值。那我们如果从政府的角度，我们要怎么做 diversity 哈？怎么做 inclusion？其实如果只是比较狭窄的在讲，就是不管是性平或者是身心障碍或者是原住民这种 minority 的 diversity 的话，台湾在全世界来讲都是做得很好的，尤其是我们的 digital inclusion， 就是说如果大家到行政院官网的话，就会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这个 highlight 的一个动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女性加互联网率持续飙高，一直在排名第一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 我们真的很重视 digital inclusion， 然后每一次我们在跨部会讨论，就是到底要一部分人先有宽屏，还是所有偏乡都得有宽屏的这种比较是往前冲跟分配的这种东西的时候，永远都是分配派占上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不用担心的，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追逐新的科技而去让数位落差加大。因为以我所知，不管是性平会的、公平会的、NCC 的，或者是其他国发会的朋友们，对这个东西都非常的看重。那所以这个是既有政策，不需要我们特别去设定什么。台湾本来就是很 care 这个，好，这是一件事。那在另外一件事情是所谓的 inclusion。Inclusion 它其实不只是 diversity 而已，我觉得对我来讲，它还包含彼此理解、彼此谅解、彼此了解，有不同的第一手经验要怎么样子传递给彼此知道。那这一点我觉得，政府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有一部分的事情是所谓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就是说在80年代创业的这群人，跟像我是90年代创业嘛，跟过了到这个时期才在创业的人，其实他面临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到底要怎么样彼此沟通，而不是用一种好像就是我最懂，或者是我都是为你好的这个态度，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在以前政府，在至少我创业那一段时间，90年代或之前，我接触到的政府的朋友们都是用一种就是我是为你好的那种家父长的这种想象。那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就是我们实在是应该是一种比较是一种 siblinghood， 就是说就是我可能就是比你大几岁，可是也没有大几岁，那可能在某些方面可能就是确实还蛮专业的，但是是一种手足之情，而不是家父长的这种想象。那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做到 inclusion， 不然一直之前都是好像是把你们就是当人看的这样子一种措辞，就是说你要讲也没有不对啊，但是所谓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这种想法，可这个态度本身就是说，政府其实是，就是 paternalizing， 就是说，给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好好来讨论，那还是政府最懂的这样子的概念。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把我们最懂的这个幻象哈，把它丢掉。所以这是为什么最近一直在讲滚动式检讨或滚动式决策的后面一个概念，就是说政府就是因为自己不太知道，所以说才会想要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利益关系人去理解。但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是尽可能把不同的利益关系人眼中不同的世界
好比像说对于婚姻价值非常感兴趣的，不想要台湾离婚率高高的朋友们，有些信仰的朋友们，跟觉得说，哎，平权非常的重要，一个人出生怎么样不应该是影响到他民法上权利的朋友们，加以对焦，因为其实他们对婚姻 care 的程度都比我多很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何让大家彼此对焦这件事情，是政府真的可以做的。但在做的时候，我们现在一直在推的就是，尽可能避免那种我是家长，我最知道的那种感觉，不然的话，大家感觉不会好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于乡民办案哈，之前小萌命案，最近的林奕涵的事件的想法是什么？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禁绝的嘛，你只要有言论自由，就有乡民办案。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在怎么样让它产出是有建设性的，因为如果他一开始是为了复仇，就是说啊，觉得有人碰到了很糟的遭遇，所以说我就要随便找一个人，然后让他也遭受到这么糟的遭遇，不管是不是他造成的，或即使他造成的，他真的需要遭遇到这么糟的遭遇吗？他遭遇到这么糟的遭遇，真的对本来状况有帮助吗？这些问题都不想，就是一味的复仇哈。那或者是说，是刚才讲的那种互相比较，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社会地位很糟，那所以说我们也要把这个社会地位看起来高的拖下水，然后让所有的类似社会地位的人的形象都要很糟。那这样子不但牵连无辜，而且说真的，对受害者到底有什么帮助？没有帮助。但这两种。就是所谓的，复仇式的愤怒，或者是说地位比较上的愤怒，都是很直观的。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研究显示，是写在演化的过程里面的。可是以我们现在的社会组成来讲，都没有帮助。所以我自己 care 的就是在这样子的乡民办案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子用一种我们叫转型正义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愤怒，但是愤怒是要用在怎么样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么糟的事不要再发生的这个方向上，而不是在某人就是应该要受到同样惨的对待，或者是某种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现在就要被大家踩在脚下的这两种，实在是于事无补的事情。那但是好在就是说，台湾的公共论述者的能力其实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目前观察到，不管是洪仲丘案、太阳花案，或者是最近的这几个案子，其实事情发生。不到一个星期，就已经往转型正义的方向在走，它不会失控。那我觉得这是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已经有一定的抗体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匿名的这个 contribution，我觉得是比实名制要来得高的，因为匿名它至少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重要，即使提出来的这个人因为各种关系他不愿意或者没有办法具名，那但是当他这样子提出来之后。我觉得整个公民社会目前的言论的承载力是可以把它归纳到一个转型正义的一个方向去，我觉得是还蛮乐观的。我目前为止曾经如何用个人身份关注跨性别议题，之前 Pride 的时候，蝶园刚成立的时候，我也有帮忙设计 banner 啊，有画一些什么我的性别我来决定啊，什么东西啊。就是该做的 activism，其实多少都有一些贡献吧。但是我现在当然以这个身份的话，其实我能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然后跟我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其实整个污名化是建立在没有主流化上面的。那如果性别主流化这件事情能够按照一般的进程推动的话，我希望就是提早到一个，那这件事情其实没什么的这个状态。那但是这个状态是说大家的心态，不是说大家实际 day to day 碰到问题不要解决，那个还是要解决。对，那个要解决，就是说任何人应该有基本的人权的这样的态度去解决，而不是刚才讲的复仇式的或者是贬低式的方式来处理。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随着社会参与，网络使用的比例越高，哈，资讯容易取得，难以辨识。那数位公民该有的文化素养是什么？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的这个能力。碰到任何事情，他想要带动你的情绪的时候，一方面情绪当然还是被带动，但是二方面是能够在心里多一些空间，去 critically 的
看自己的情绪被带动的这件事情。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分享是在第一手经验或者第一手的感受上。我常常跟同仁说，就是不管正能量还是负能量都是能量，所以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个人感受跟经验，只要它能够还原到个人的感受跟经验，我们就收得进来，而且就可以用。我们怕的是说，大家分享的东西其实是他人的感受、他人的经验，然后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感受跟经验。这样就算有10万人分享，其实到最后就是一个人的感受跟经验。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对我们来讲没有差别，它的 signal to noise ratio 还不如那一个人实际约来谈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只要大家在网络使用的过程里面，能够比较批判式的去看，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资讯以及自己对它的反应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然后愿意多揭露一点自己的经验跟自己的感受，那我们从不管政府还是民间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沟通啊、对话、聚焦就变得很容易。那甚至我们现在有一些 AI 的方式来自动来聚焦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大家就是人云亦云，然后完全不 contribute 自己的感受和经验，我们 AI 写得再好，到最后收出来的东西就是单点的意见，那个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政委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工作上会碰到什么困难？政委他的定义就是院长的幕僚，或者是院长的协助者。简单来讲，就是说，院长有决策权嘛，有协调权嘛，有人事权嘛，有非常多的权利。那但是政委呢，就是院长对特定的议题赋予政务委员以协调权。当我们拿到协调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call meeting。那我们 call meeting 或者是去调动相关的资料或怎么样的权利，在那一个交给我们的议题上，就等同于院长。但是院长没有给我们决策权，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收回来了，我们还是只能建议院长说："哎，你觉得这样做好不好？"但决策权永远是在院长的手上。当院长做出决策之后，当然部会就要去执行。很多时候部会执行的时候呢，会变成这件事情其实3、4个部会都有一份，但是没有人愿意当主责，或者是说这件事情3、4个部会彼此都认为是别人的事情，那也没有主责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就会又落回政务委员的头上，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协调各部会各自认领自己该做的部分，而且不要踩到别人已经做的部分。同样的，我们还是只有协调的权利，决策权在这个时候是在各部会的部长或者是主委的手上。所以不管是向院长方向或者是向部会方向，我们都有协调的权利。但是不管是往院长方向还是往部会方向，我们协调权利里面都不包含决策权，都是建议权，大概是这样。工作上会碰到什么困难？其实目前因为我采取了一个公仆的这个角色，所以其实并没有碰到任何困难。我觉得最大的工作上的挑战来自于大家对这个角色的一些不太合理的期待，就是说好像可能会有人觉得说，哎，只要我一进来，所有的包含暴雪软体在内，所有软体就会全面翻修，就是全面翻新什么之类。但事实上，每一个 domain 我下去了解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事实上我自己确实有参与很多 domain，不管是在采访、在拆家、在电竞、在各种各样子的这些 domain，但是还有更多的 domain 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去关注的。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一直把我们 PDIS.TW 这个网站上拼命的放 case study、放 track record、放 tools 上去。就是希望说，在不同部会或甚至不同地方政府或公民社会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协调、怎么做事情。那这一套如果大家觉得好用的话，就可以自己用下去，也不用问过我了。那这是一个比较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以这个概念来讲，其实就是等这一套我们更 solid，然后更能够传播。其实它的影响力不止基于台湾，以我的理解，就是很多的国家都会回去问说："哎，台湾做到这个，为什么你们做不到？"然后回来问我们怎么做的，所以我们在外交上面也有一定的贡献。在推动政策最常遇到困难是什么，以及因为应该怎么改善哈？所以这边要讲的就是说，我没有推动任何政策，我没有决策权，所以我不会把任何东西讲说是我的政策。但我能够 popularize，或者是能够把政策进行一些说明、一些转译，然后让更多人理解这个政策。但我不会说我想要推动它。推动它还是回到各部会，还是回到公民社会，以及回到司部门的朋友们。
碰到困难，其实很多就是大家欠缺对彼此的工作的或生命的第一手经验。如果没有第一手经验，其实就没有办法聚焦。因为我讲的字跟你讲的字虽然字一样，但是脑里的对应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现在对 HoloLens 非常非常着迷的原因之一，就是说它可以把不管是我们在社区大厦管理委员会，或者是就是庙口的榕树下大家参详的这个过程，这个概念哈，把它 port 到像行政院这种地方来，所以就可以让各种不同的多元的参与者，他不用千里迢迢跑来台北开会，而且还只给他5分钟还是15分钟，而是他可以把空间加以结合，然后让我们这些决策的人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第一手经验。那我觉得这个是 VR 或者 AR 真的能够帮忙的地方了。但是目前的这个 field of view 实在是蛮糟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做一些 prototype。那也很希望就是 HoloLens，据说明年还是后年嘛，会有一个解析度比较好的版本。那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才比较有可能去扩大做这种第一手经验的对焦。大概是这样。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AI？哈，我们需要感到害怕吗？害怕有帮助吗？好像没有帮助哈，所以。就是感到害怕是你的自由，但也没有帮助。未来的这个老百姓会不会没有工作？其实我觉得就是要把工作跟上班拆开来了。我的工作是好比像说做行政数位化或者做透明做参与，那这就是我的 work。我不管我的 job 是不是 digital minister，我还是做这个 work。我做这个 work 做非常久了，1990年就开始做。那所以，我就会说，哎，这个是我的 work，但是我每一个阶段要做的 job 是不一样的。我理解到，我很多的这个 job 是可以自动化的。事实上，我希望越自动化越好，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在做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感受的交换，或者是这种生命经验的分享。因为 AI 它就是这是最早的一个 AI 理论家，可能有人知道叫 Ada Lovelace，是也是。据说最早一个 programmer 哈，她就是拜伦的侯爵的女儿，她是的想法就是说，除非机器经过人一样的从小长大的那个 embodiment 的过程，不然即使它有 AI 或甚至有 AGI 了，它的生命经验跟人的生命经验是不一样的，所以表示这样子出来的一种智能，它是比较像是一种 alien intelligence，它就是一种不同的生命经验的智能。他在很多状态下，可能他的认知功能什么都比人好，但是在分享第一手的生命经验上，他永远只能用合成的，除非我们找到一个方法，把就是所谓 cyborg 嘛，就是把人的生活经验跟机器的生活经验对接。可是我们现在不管是做全脑模拟，还是做这一类的东西，其实那是非常 far future 的事情。我们这一代叫做 AI 的东西，它不具有人类相同的生命经验。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两件事情，一个是说，如果你的工作或你的兴趣是在了解人、有好奇心、跟人互动，等等达到更好，这样子的 work 不可能被 AI 取代，它只会跟 AI 让你的工作变得更容易。那但是如果你对你的 job 有执着，那觉得要有 job security，那对不起，AI 很快会把这些 job 都拿走。所以我觉得 work 跟 job 分离，我觉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有 life's work，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想要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想要让什么东西变得更好，这个 work AI 绝对可以帮你。但是如果现在你觉得说，哦，你的价值是在某个 job 上面做得很好，那 AI 一定很快就把那个 job 拿掉了。有人问 WannaCry 病毒肆虐哈，这个是资通安全处的工作，然后资通安全处，其实我觉得这次表现良好诶。就是虽然有些 individual 的这个状况，但是整体来讲，critical infrastructure 也好，我们的办公设备也好，大概都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影响。那民间当然有一些朋友受到影响。那自动安全处基本上就是确保这个正确的资讯的传递啦。但是我这边要讲说，我不督导自动安全处，那是资讯长，那是吴老师的事情。因为我进来的时候已经跟院长讲说，我要做激进式透明 （radical transparency）。那按照国家机密法，只要我看到或我的系统的任何输入是国家机密，它的 output，不管我要做从简单的文字云到 acoustic model 到 semantic analysis，全部都会变国家机密，所以我不能看国家机密，密件我看到就直接给别人看了，所以资通安全处不能归我督导，所以这整件事情我都不知道。
那我知道就是各位看到的，大概是这样。台湾在未来15年之内，是否有机会成为一个以 digital currency 为主的一个社会？其实 digital currency 有各种讲法嘛，有一种讲法是你只要不是现金就是 digital currency。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有机会啊，这个只是行动支付什么，其实它按照它自然趋势就会发展。但这边如果讲的是 cryptocurrency，那我就没有那么乐观，因为 cryptocurrency，它主要的问题不是技术上的，技术上我们当然知道区块链这些东西它有很多 property，它主要是文化上的，就是说这样子的治理模型，比起中央银行之间的这种治理模型，它到底是一个竞争关系，还是一个补强关系？它如果是一个补强关系，那就只是他们之间互相清理交易或怎么样的时候，一个比较好用的分散式资料库，可以到 zero trust 的状态。但是它在一般人 day to day 用的时候，它的使用者体验其实并没有比法定货币好，除非它的使用者体验 somehow 比法定货币好，不然我现在对区块链的想象都是在可能是你捐的钱确定你捐的钱没有被乱用的这种 accountability 上，而不是在所谓的 cryptocurrency 上。但是这是我自己的第一手经验，我也可能错，所以说不定因为15年很长一段时间嘛，说不定就马上出现一个使用者经验好很多的。cryptocurrency 这也是有可能，那但是我目前还没有经验到这个东西。立法规定政治现金或什么之类的金流必须要采用这个不可篡改的东西来做，这个其实是auditing 的一个工作了。如果现在我们的 auditing 能够去证明说，好比方说之前我有帮一个叫杜杜克的一个公益群募平台去演讲嘛。那在上面，他就可以发现说，哎，我确实捐了买什么东西，它可以不可篡改。可这个东西太新了，你必须要先证明给所有 stakeholder 看说，这个真的比其他方法有用，stakeholder 才会愿意，stakeholder 愿意，大家才会觉得说，OK，那我把它当做一个分散式备份的方法。有了这个，才会变成是说，好，那我不用 trust 中间任何一个点。我的意思是说，从目前完全是特定中心到多中心到一定程度的 federation 就是联盟、联邦，那到所谓的完全的去中心，它其实这个杠杆是可以停在任何一点的，并没有什么这个历史的必然说我们一定会滑到最后。那至于能够滑到多少地方，完全看大家实际做出什么能够说服所有利益相关者的 use case 来。那我们政府能够确保就是一个 reality check，就是说大家 play fair，不要说我明明只滑了一点点。但是就跑到最右边去说，哦，我是共享经济的霸主，我好像这个讲到特定公司了，不好意思。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确保说大家都知道说每一个滑板在每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在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是合法的。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能不能预测电子付费或数位货币对未来经济活动有什么立即性的影响？我觉得当然有一个很立即性的影响，就是说我们 analytics 能够做的东西变多非常多。那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说要做监管的机关，要发展 regulation tech 的难度也增加了。因为以前在你还可以用抽查、抽验、统一发票兑奖的这种方式，非常 coarse grain 的方式去做 regulation tech，可是现在这种高 volume 然后非常多的 variety 的情况，就表示我们的 regulation tech 要跟上，不然的话根本没有 regulation 可言。那所以这个对公部门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想要用金融创新实验条例已经出行政院了，我们现在到立法院了哈，来想要做这件事，就是说每一个 breakthrough 出现的时候，它在法律上都不一定是合法或非法，它在灰色地带。我们希望这些做 fintech 的朋友可以自己从灰市，提出一个实验计划，然后说接下来6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就是要 break 这些 regulation，这些 regulation 会冲到我。然后我现在还不是金融业，还没有那么多资本，但是我想先试试看。那在这个 sandbox 里面呢，政府就要陪着他，完全不是监管者的角色，就是辅导者的角色，去跟每一个 stakeholder 对话，有 dispute 的时候帮忙解决，需要调整实验方向，或者是延伸6个月的时候，给他们足够多的 expert advice，一些 mentorship。然后到这最多12个月结束的时候，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我们把它纳入新的financial regulation，旧的 regulation 到底要不要修改？
那如果这些要修改，其实很多东西是行政命令、法规层级，不用到立法院，所以我们公告2个月，大家利益关系人充分讨论就可以改了。所以，我们最后6加6之后又再加了一个六，叫做调整期。这个调整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边去 run multi-stakeholder meeting，去跟法规会确认文字，online consultation 2个月，我们承诺把当初在实验期让你 break 的这些 regulation 改成你不用 break 也可以营运。那同时，从创业者的角度来看，他就要去跟现有的金融业 partner，或者是他要自己 crowdfund 或 somehow 募资，募到他能够成为一个金融业者为止。然后2边6个月结束之后，哎，突然之间我们就多了一家金融业者，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金融业态。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公部门看着这个实验的这12到18个月的中间，他们也培养出有能力做 regulation tech 的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那我们应该是大陆法系里面，成文法系里面第一个通过类似这样子的sandbox 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整个法体系要怎么样与时俱进，包含 legal automation 这些，慢慢在不同的领域也可以有类似的创新实验条例出现。但是 fintech 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科技工具平台的选择本来应该是开放跟无国界的哈。但是，为了保障本国自行研发技术和产品，政府有些政策法规倾向排除国外的产品跟服务，我看法如何？我看法就是说，它在本地一定要有一个 ecosystem 啦。那但是这个 ecosystem 是不管是像贵公司用这种 expert network 的方式来出现，这个是一条路，当然。但是另外一条路是 open source 嘛，就是说它的发明人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它的实质主导权，我们这边只要有人够强，慢慢就抢过来了，或者就 fork 了，这也是一个办法。那我知道，就是微软在最近几年非常成功的，就是把核心的底层的东西成功变成这种群众外包 open source 的方式来治理。那之前我还在就是苹果当顾问的时候，就是觉得很羡慕，而且也后来。我们做 Swift 或者是他们做 Swift 或者做这种底层技术的时候，其实也有就是参考其他的大公司做 open source 的方法，所以即使是苹果也理解到说底层的东西要慢慢这样子做。那在应用层或者是 analytics 的这一层的地方，当然就各凭本事啊。我觉得整个重点就是在我们有没有一个 local ecosystem，在厂商转变兴趣了，因为即使是。微软应该是不会倒的，但是是会转变兴趣的。那如果转变兴趣的话，那个东西可能就 orphan。那如果 orphan 的话，有没有足够好的一个 team 在国内可以确保它的维运？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那只要能够有这种 local ecosystem 出现，它是建立在开放格式以及是开放的交换的API 上面。那我对于它的 source code 本身是不是开放或者是专属？或者是他一开始写 source code 的人是在台湾还是在国外，我没有偏见，但是他必须要 ensure 他的 sustainability，就是他必须要能够永续。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在这方面的价值应该是 align 的。针对台湾软体产业低薪顿号穷忙顿号过劳死的情况，请问有什么见解？我不知道哎，就是说。台湾的软体产业其实本身就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因为台湾真的很少很少完全不为大的硬体厂商服务的软体产业，这真的很少。即使是像防毒软体或者是一些就是游戏软体或这些东西，你当然可以说它一定程度上跟硬体产业是有脱钩的，可是。它也很难说是就是纯粹为了使用者体验，解决使用者生活上的问题的，我们说比较是 experience creating 的产业。那游戏如果你做到就是大规模线上游戏的这个程度，当然你可以说 OK，那是 world building，它是一个 experience。可是台湾真正在做这个的朋友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当我们说软体产业的时候，其实在台湾它往往就是在一个。现有的分工的产业链里面扮演辅助角色，那它的低薪穷忙过劳死的状况，我觉得也没有比其他的硬体或者周边零组件相关产业要来得严重，但是也没有要来得不严重，因为根本就是同一个嘛。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见解就是说，当然一部分是说我们现在透过 Digi Plus 这一类的方案，我们希望鼓励在价值链上面去创造更多 margin，但是失败率就更高的这些东西，那我们用国发基金从投资取代补助，或者是用一些 policy tool 让你的失败的成本不要那么高，或者是让青年朋友创业的成本不要那么高等等的这些方式，用一些 policy tool 让大家愿意去试、去失败、去分享失败的经验，然后到最后也许就会长出一些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预想到的一些 discipline 或一些 feel 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 feel 上面大家都是。虽然这个词用烂了啦，但是都是 unicorn 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低薪穷猫郭老师的状况有一些帮助。那当然，在引进所谓的外国人才来台，我们有一个蛮突破性的想法，这个也送到立法院了。但立法院因为就是最近 pipeline 比较有一些困难，但是现在看起来比较能够继续处理这些法案了。就是说，外国人才专法里面一个精神，就是说，如果你是能够创造。不是低薪，不是穷忙，不是过劳死的这样一种创业家，以前限制很多，你要200万的资本，或者是你要一家大厂先帮你背书哈。那但现在完全不用，你就来，然后即使只是做 consulting、做短期、做演讲都可以。那但是我们1年到3年之内，就是让你待在台湾，然后找一个很好的概念出来。因为在以前这种跨国 team 嘛，如果是一个台湾人跟一个澳洲、新加坡随便的某些地方的人，两个人搭的 team。到最后一定是这个台湾人被吸走，然后去那边开公司。那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尽可能把创业环境加以调适，变成是反过来的情况也会发生。那我觉得这样慢慢才会有真正的软体产业出现，政府可能当啦啦队就好，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定要硬让他去跟某个硬体的产业链做出结合。科技跟数位产业多半以男性工作者为主，对于女性在此产业发展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未来的方向？其实我自己在90年代创业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台湾的资讯从业，尤其是跟设计或者是使用者体验相关的，并不是以男性为主。但是我理解说，当然就是硬体或者是其他的别的科技，确实是有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还是一个大方向，就是说生理不决定命运。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我们就是要靠性平教育，慢慢慢慢的去在这个社会上面推行。然后大家对于 gender stereotype，就是说什么性别才能做什么事情的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蛮正在松动的。台湾松动的速度，在整个亚洲国家里面是非常快的。那这当然很多是前一辈的复印前辈们，就是创立性平会制度的。这个前辈们每一个法案都要检视，说这个会不会看起来对某些性别造成不利益的这些前辈们，获致了重大的成果，但是也包含我们这一辈的 activist 去，我们叫做 intersectionality，就是多元交织性，就是说，OK，女性在某些状态下本来是弱势，争取平权，但现在其实已经有 female leadership 或 women leadership，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展现出 leadership 的这个概念，然后去让其他的不同的弱势。可以看到说，哦，你透过这样一套方法，你就可以把你的不同的 perspective 贡献给社会。那这个有 contribution 的概念，而不只是平权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完全是所谓的 minority 或者是弱势，要变成平权。再强调现在是不只是平权，而是我们是有一个 different perspective，而且这个 perspective 是社会需要的，所以我们有 contribution，这是所谓的 leadership。我觉得这个转换还是要做，那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建议的未来方向。线上到线下的盛行，加上人民消费习惯的改变，政府对传统店家与年龄层高的消费者有相对应的政策。我其实觉得这一波的资讯科技哈，尤其是平板电脑、触控式或者是互动语义这种东西出来之后，长辈们学的速度非常快，因为他用的是大家从小就学会的一些 modality，而不是说你要。硬要学一套新的 modality，所以我其实很乐观，就是说，随着做这种接取的方法的 modality 的朋友，越来越变成是用大家从小就学会的一些方法，长辈就越来越不需要付出额外认知成本，就可以参加数位转换。那如果中间有谁卡住了，那绝对是设计师的问题，绝对不是长辈的问题。好，那这个所谓相对应的政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好比像说像暴雪软体，如果长辈用起来觉得很困难，那这绝对是我们要在前端上面去进行加强，
或甚至是要 invite 就是专门为长辈或其他的行动不便的朋友们去做 interface 的这些人进来，去做民间版本的 interface，就是制定这些概念，但是又要确保在资安以及隐私上面，它是在一个 sandbox 里面可以运行的，这样子我们就既保留了本来暴雪软体的功能，然后又能够去融合不同的 domain、不同的使用者需求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后面需要技术架构，碰巧是我的专长，所以我至少让这个部分让它成功。那至于在它的其他的 modality 里面要怎么样去做，慢慢的这个地方政府的朋友透过数位国家的这种沟通方式，应该是可以慢慢大家一起去了解到的。台湾身为硬体设计制造大国，但是目前数位影音的内容载体却相当落后，多数人用的第四台还停在 480P。中国、韩国几乎是 Full HD，日本已经在测 4K 了。Well，就是说频谱策略这个是 NCC 啊，NCC 不是归我督导，但是以我的理解，其实台湾至少我认识的长辈们啊，很多人完全是已经是 over internet 了，他已经完全不管，就是到底 DTV 或者是什么东西能够承载到多少的压缩率，他们就是直接透过 internet。那台湾的 network readiness 是非常好的，就是你如果想要装100 MB 的宽频，不管你实际上有没有装，只要不是在偏乡地区，几乎都可以装到。当然，偏乡地区有偏乡地区的状况，所以数位前瞻基础建设花了很多力气去做偏乡地区的 last mile。但是在这个东西有达成的前提下，我觉得我们不用太 worry，就是我们没有频道或者是还没有频道去做 4K broadcasting 或之类。当然，我了解公司有在测，但是即使是他们测的进度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们 over internet 的这个 pipeline 其实真的不管是走有线电视这边，或者是走MOD 这边，它的接取率或者是它的可以承载画质或它的 latency，其实状况都很好，所以我自己还蛮乐观的，就是说，也许我们有机会完全不要管无线频谱的这个状态。那当然，有线电视数位化这个不是我这样很轻松讲就可以的问题，它有每一区有每一区的分区的状态，然后以及在偏乡不利于地区，我也理解到说根本升级就很困难，那这确实是需要一些 policy tool 去帮助它，那这是 NCD 的强项，然后我们詹主委也相当懂这一部分，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到 NCC 那边，他们有很多就是透明的部分跟参与的部分都有很多机会，那这个我就不多讲。可以简述我的一天的日常生活哈。我通常都是8点钟起床，但是只有礼拜一、二、四需要到行政院里。我本来礼拜三是绝对不进行政院里的，我宁可在行政院附近的咖啡厅，都不要在行政院。原因是说，我如果在行政院，大家就会觉得纸本的公文拿给我很容易，就不会用我们家的电子化系统。那但是这个是不可能改的，所以我只好不在院里。我不在院里，大家就会发现说，哦，跑纸本的公文要等两三天才碰得到，但是如果是用电子化的话，两三分钟或两三小时就可以往前走。所以就是在训练院里其他的同仁用电子化系统，而不是一直用纸本，因为用纸本我真的没办法公开，还要扫描，还要 OCR，然后这些有些手动的标注，机器根本现在还不能够变成结构化资料，但是电子化就非常容易的公开。所以这整件事情就包含今天为什么是远距而不是跑过来，就是希望说，哎，我看得到或听得到的，其实就是我可以公开的部分。然后工作会议跟 email，我是做 inbox zero 很久了，所以我睡前一定是零封信嘛。那我醒来的时候有能够回的就快速回一回，所以从8点到8点20会把就是我睡着的时候的信大概都回掉，然后才会起来刷牙。然后刷牙之后就到院里啊，如果是一二四的话，那三五的话其实就是黑客松嘛。工作会议一二四其实就占几乎全部的时间，因为我难得到院里，所以几乎都在开会。然后三五的话就是很自由，就是黑客松，然后跟民间社群的朋友们像现在这样子互动。那今天本来是要在宿舍试训的，可是宿舍在施工，所以我只好跑到院里来这样。然后经验分析其实已经停了，因为我的分析师在巴黎，他说我半年至少要去一次巴黎。后来就发现说政务官没有什么个人出访这件事情，
我只要到那边哈，我首先外交部就不可能不知道，因为我每天的行程要报给他们。然后二部分就是说，外国的外交官、外国的各种各样子的民间团体，包含侨胞们的 offer 哈，我真的他们想要见面或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拒绝。而且以外交部的角度来看，我多拒绝几次，对我们外交没有好处。所以，我其实就没办法那么容易的出国，待那么长的时间做这件东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分析师就觉得说，纯远端没有办法，毕竟还是要固定每几个月一次面对面的去把这种非语言讯息 （micro expression） 加以对齐。所以我当然也很期待说，哪一天就是 HoloLens 配上好的 micro expression 的捕捉器哈，可以说服我的分析师说，好，这样子已经又回到这个拟真的状态。但是以目前这个 generation，我很诚实的说，跟在现场还是不一样，所以目前是停掉了。运动习惯之前在 Vive 里面做很多运动啊，做很多射弓箭也有啊，打球也有啊，各种各样的运动习惯。其他不工作的时间都来陪家人，然后即使家人没有住一起，也是用视讯的方式，至少每个星期 catch up，至少每个月见一次面。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很规律的，这跟我有没有当这个就是数位政委哈，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台湾，我们要推 people centric，推 data centric，我们主要是学哪几个国家？希望台湾民众如何一起改变想法，加速进行。我觉得，当然如果要说 service design 哈，全世界都是看 UK 的那一套。UK 他们自己落实的状况其实是分成两个嘛，service design 就是一个叫就是 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GDS 写了一系列的 paper，那事务人员的心态的改变，做事的 workflow 的改变叫做 policy lab，那他们是两个都在 cabinet office 底下。我们这边的顾问其实有一位就是 policy lab 直接过来的，所以我们就是直接用 policy lab 的就是整场输入了。然后我们跟 GDS 也保持很紧密的协作的关系，那包含 GDS 的很多 offspring，不管是 ETA Lab 在法国，GDS 新加坡，USDS 或者是18F 在美国，然后意大利有一个类似的 digital service，凡是做 digital service 的，我们都在 open source 的这个 level 上面有非常多 collaboration，甚至我们用了很多工具，就是像 My Society 直接从英国搬过来的之类。那但是我觉得，除了开放源码工具、研讨会、线上会议这种形式的协作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事务官对事务官层级的彼此交流。那这个在以前在台湾是特别困难的，因为我们不在多边框架里面。但是我觉得，随着我们做这种所谓的公民科技外交，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公民科技的参与者，包含 G0V 或者是任何对公民科技感兴趣的朋友，作为我们的 ambassador，那事实上，不管是开放资料联盟，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公民界的推动者，其实也很乐意来扮演这样的角色，去不管是像农业技术输出一样，跟一些旁边的朋友们讨论，或者是一些输入，去办一些大会。所以，像今年9月的那个 WCIT，就是资讯科技大会，里面也有一个 track，完全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以民为本、数据驱动的这种 civic tech 跟 government tech 的融合，叫做 Tech Tech。那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很欢迎9月来台北。不对，你们根本就已经在台北，来参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邀集就是全世界做 digital service 或 civic tech 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意见。至于公民活动啊、八卦版啊这些啊，其实就是大家日常就已经在做的事情，我不鼓励就会去做了。那大家可能会需要一些比较强心针的一些部分，就是说，第一个就是真的我们都有在看。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板友、一个参与者的这个心态，就是大家的 sibling，大家的手足哈，绝对不是要监控或者是独裁或者是什么查水表什么之类。我所接触到的所有政务官，当时都是深受这些东西之害，现在完全没有这个被害者转加害者这个状态。所以，行政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跟大家协力 （collaboration） 的这样一个角色在做。那我觉得本来就已经很蓬勃的公民活动，我们就是知道哪些事情是民间做得比较好的，政府绝对不要插手去做。那但是要一直保持对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
以上是所有 Slido 上面的问题，我们还有12分钟，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空间出空间嘛，对不对？之前也有很多活动是借你们的空间来做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 contribution。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就是各位作为 technical policy 的 stakeholder 了，我觉得不要因为一两次在众议院上 petition 就是没有完全符合大家的想法就灰心，因为其实。join 这个平台，我们能够 promise 的，只有我们大家认真处理花的时间不会比大家写这个提案的时间少。我们只能 promise 到这里，我们不能够 promise 说这个一定会变成国家政策，因为我们如果 over promise 到这个程度，首先我们就把立法院的工作抢过来做了。按照五权宪法，理论上大部分要改变大家权益的事情，还是要代议士来 affirm。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只靠行政院的一个平台，或者一个立法院的什么网络平台，就削弱掉代议士的工作。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说，我们各方花足够的力气，把 stakeholder stake 写得很清楚，确保立法委员的助理们都有参与这个工作，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是最后的这个 mandate 还是要立法院来给，这个是我们依照目前的宪法就是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无论提案的最后命运是怎么样，都是在为未来的法律制定或者是未来的法规调适来做功课。那我觉得是采用这样子一个心态，比较不会有就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因为绝大部分要动到法律的事情也不是院长说的算的，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在公民社会，因为很多公民社会的朋友们其实很希望能够用几乎完全没有成本的方式来做 experimentation。那我觉得，微软在这方面其实也有很多贡献啊，不管是你们的 cloud computing，或者是现在有很多 cognitive service 嘛，对不对？很多想要做云识别或者是做自动翻译或什么的，其实就是直接接你们的 API 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持续保持这些 API 的可用性，保持专家跟社群之间畅通的关系，然后确保说没有钱的朋友们至少试用到某个程度是可以试用的。然后它的 quality 相当好，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就已经足够了。那当然不只是微软在做这件事情，基本上每一个大厂都在做这件事情，或甚至我们这个杜益景老师也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对公民社会来讲是很好的，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就不会被某一个 vendor 锁死，它的同一个 pipeline 它可以用 vendor neutral 的方式来做。那作为一个 vendor，我觉得微软也因此可以比较贴近大家的生活了，知道说大家用你们的这些 cognitive service 到底是在解决怎么样的社会问题，我觉得对大家是都有好处的。所以我其实觉得你们目前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我在讲这个所谓企业从这个独裁到往开放的方向转换，经常都是拿微软当例子，大概是这样子。不错啊，是的，好。
对，谢谢大家，这很谢谢大家的贡献。好，就这样喽，拜拜。